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皇帝是真的有牌面，走到哪里都可以为所欲为。那你开一个吧，那开一个吧。这么有牌面的东西还不赶紧开一个？快点啊！就在本直播间开一个。 天赋没点上，我不知道点哪个，我想了半天不知道点啥呀。哎，应该点灵王披风的鸟人，点错了，谢谢宝贝买的飞机。点踹点。 点踹，点闪现点眼，跟我 Q 上来了，还有2分钟开奖了啊！现在是我也不知道多少了，反正没多少人参与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直播间飞机抽奖。 走了，谢谢城南路申请兵，还有50秒，回家。呀，对了，忘了一件事，我先来个药瓶啊，没什么事。 谢谢室内奈何，还有28秒开奖啊！别在这刷猴了，谁呀？哇 ，Q 一下！谢谢老板们的飞机，我这手机看不见。 啊，但是感谢老板们的飞机，大家有大气可以刷点大气。我们复兴挑战任务很必然的，应该是扫大气。不知道啊，这能不能打？ 不好去呀，算了，真不好去呀。没扫大气几星挑战了？那也太少了。对。 哎，完了，学错技能了。我应该组 W 技能。点致盲点。 点踹，点岩，点，我们组 W 技能啊，玩那种攻速流，没有人吃塔皮。 差一点没打过，那肯定差一点啊。
我这不来个海妖杀手啊，算了，我先来个这个血色之印。咱们来一把血色配海妖，血色海妖破败绿叉，就是稍微有点脆啊。让你们看看我的鸟吧，捉住他们的眼睛，我们同心协力。算了，既然这刀锋不出来，身为一个鸟人在这里控线也没啥意义，我说实话还不如去赶客呢。出来吧我的鸟，我起飞了。哎，四盲点，出来吧我的鸟。是狗死了，出来吧我的鸟，往这走来，踹点致盲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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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踹点致盲，这打人真是刮痧。变鸟踹点致盲闪现点点变鸟点点踹点 Q 点跟我跑，变鸟啾嗯踹点呀，这都没死。哎呦我操，这打吧呢，可恶，早知道我不变鸟了，哎，不变鸟好了。这主打吧的伤害真低呀、啊，让影流之镰给我杀了。影流之镰，别急啊，好，出来踹点 Q 点点点点点点变鸟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我们德玛西亚人好肉啊，这咖喱奥啊，没事，我们出来的快。我活跃在敌人的后方，啥用没有？哎，这主 W 的确实就是虚区比较低，只加攻速，速度是快了。这刀锋真牛皮，这波打皮他不死，我是没想到的。
品的主要花落。色盲，点踹点。我将跟随你的节奏。色盲，点踹点点点点。打不过，真不行啊！从今以后，谁再敢在我面前玩刀锋，我就玩武器大师，我把打死你！你看着呢，你们知道我比他装备好多少？但是不行，打不过，主 W 呢，打不过。他一个900，我刚才一个九，我比他刚才多1000多块钱装备，1000多块钱。他一个小破布甲鞋加上一个吸血鬼结账，把我打死了，不敢相信。遮住他们的眼睛，怎么追不上呢？放打吧呢？这怎么就一直跑啊？这，啊？头也不回，那就踢死得了。找条路给我。谁乱配件了？早知道他乱配件，我就不出这玩意儿了，我就出那个星石了，出穿甲的了。乱配件也不早点说。走，回家。来个海妖。算了，我直接来个扫描吧。踹 A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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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踹点点点闪现起飞，下去杀维恩。哇，漂亮，把下路塔拆了。这虚区空间不出盾弓，应该出盾弓，确实应该出盾弓。没有人，回家。1500回去也没意义啊，回去也出不出来，去中路干一波咖喱奥。我们给他刮一波痧，看看他身体怎么样。我踹点点点点。别打！
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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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到呢啊，我飞呢。变沙嘎里奥来，变鸟来，一点点致盲，点点点点，雷恩死了，再点再点再点，我死了。喜欢你二换四可以接受。大树，哇操！这就是五费英雄吗？不争气呀、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！啊！收集者出个破败。快点致盲点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只鸟只是在炫耀而已。哪个鸟？你这个老鸟还在我这面前炫耀炫耀你的鸟，是不是？谁敢炫耀他的鸟？让我看一看。杀戮杀刀锋，我来了。追不到我没用，踹点致盲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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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死了，还行，还人死了，快点 Q 扎！哎呦我操，这都能空，我的老弟！哎呦我这风往哪吹呢？这亚索呀，漂亮，白送啊，卧龙凤雏了。卧龙凤雏了，你一点点点致盲，螳螂死了，看看有没有鸟周围，变鸟，打个红的，哎呦我操，这鸟人攻击动作真舒服，我跟你们说，这鸟人算了，我就不去杀他了，我也打不过他，可能一上来点闪现扣一下，点点往这边走来，不敢上，随时想勾我的鸟，点一点 Q 点点点点点点 Q 死的，可以变鸟，我不闪刚才就死了，我不能不闪，看看周围有没有敌人，俺们家这螳螂啊，反正给他蓝也没啥用，我们要个蓝，态度是可以的啊，来打大龙，去勾引，去勾引，去勾引，打大龙，
小龙，大王打完小龙。Nice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马上刷了。猴哥，你这出装是真没伤害，我们靠平 A， 我们不靠技能。你这如果鸟人，你要想靠技能就不这么出了。我点 E， 点 Q， 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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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 点 E， 套我点盐。等我先变个鸟啊！啊，等我先变个鸟，别着急，剩几个人？叫一声，白银，刀锋，进去走，不打了，打不过。快跑！干哈呢？这人又怎么死的？大龙 buff 只剩我们一个，我们不能死啊！刚才主要没伤害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破败。有破败了，虚虚就还好，其实。沙嘎聊。E 点 Q 点点点点，怎么没伤害呢？这伤害不还行吗？打我的鸟！我就挺磕着凯隐的，他不太能杀得了我。大龙 buff 都浪费没了，我都没 buff 了。就杀了刀锋，来踹，点 Q， 点点点点点。再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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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呗，点点点点 E， 点 Q， 点点点点变鸟踹，点 Q 维音是吧，点呀，你不怕我给你秒了，你还敢E我？深入敌后，我的鸟后入，走，下个装备我们出春哥。下路再收波兵吧，我差点钱，1300加1650等于1950。行，正好够。闪现，点 E， 点，别点。来吧，凯隐，点点点点，还浪费他一个大，挺好。
得来个保命装了，要一个保命的装备了。不好去，不好去！我们家少人，不能打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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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把对面中路线给他们推了啊！凯隐，我找他一波，这波我有秒表。我打他来。小龙拿掉，你这直接开大，最多就捆个刀锋。耶，点，叮 ，Q 点点点点点点，我们死了。这也不能卖呀，这没有虚区吗？那我上去的时候，我盯的时候咋没有虚区呢？啊，因为啊，明白了，因为嘎里奥打反手了，给我们家人全嘲讽了，拿了好多。一波零换五了，但是小龙拿了，还可以接受啊。没事，等一下 buff 就行了。嗯，一个小破大龙没有关系。什么意思？我好像跟他单挑差点意思，我们好像干不过他。凯隐有点吓人啊、哦！凯隐，我们先回趟家，出一个春哥，春哥出完我做点啥呢？我来个银血剑吧，要不？说了等一下霸，哎，这不等，那不等那能行吗？我先啄他们一下眼睛，守二塔来。螳螂回家，二塔不行给了，往后串来 ，Q 点点点，这家伙这人这老些，这都上高地打了，这都，我们先清兵啊，哇，哎呦我操，聚聚。往我脸上呼啊，这帮人啊挡不住啊。服装有点拉胯，暴击穿甲都没有，怎么的呢？那平 A 鸟。